哇，所以三杯拢有杯，哎，对，对不？啊，伊个杯出来。对，啊，伊个第一杯个无动静，第二杯个无动静，第三杯出来，呜，那个出来。哦，我感觉讲，你看三杯出来代志啊，总显开哦，有完整。你啊看，讲到完整，啊，你三杯出来随杯啊，随杯了后吼，杯了哦，就是啊，用个杯，那个声音很低沉，变成像个计较像那个贵金发那种声音。我来讲，那白就我来讲哦，我怎啊做一个梦？这形容是少年啊，少年啊，那讲话那有可能叫老声？给伊嘛咧，即马伊，我来问我，你说什么梦？哦，这梦就真啊精彩啊！哦，安尼，这个查甫做，这查甫梦，伊就开始讲啊，用那低沉的声音哈。伊讲我梦到家，这个我就是那个男生做高飞咧。啊，伊讲伊梦到因家吼门口都吊三个人啊。上吊是三个神，好可怕！三个人，三个人呢，那穿的衫呢，拢是破衫。啊，三个人的脚吼，就是吊伫遐吼，三个人的脚吼，分别拢绑一个，迄灵位人伸出牌啊啦。灵位上面呢写着啥？这最重要，我来问讲啊，你灵位你记起来，伊嘛是想了几下，我才甲想起来哦。伊讲显客啊，唔知影名，像个梦中，伊讲梦中敢那学打马赛克安尼，唔知影名。入主神主，第二位嘛是显客，啥物人？入主神主。这是亨克某某某入罪，还是入罪神主？哦，安尼入罪的永久，永久对。啊，个显考哦，显考查甫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那个上面人有几个？三个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，我只注意听你讲的。伊讲哦，我就是一个背查甫，讲扭伊的白云扭，吊在上面的人哈，一直在讲，我不到真要。我巴肚都枵啦，恁阿祖安尼对台湾吼，我真唔甘愿啦。来，你带我行，今晚我你食，伊拢摕一碗乌的物件，只要食落去吼，你身体会真勇哦。安尼，哦，第一，然后梦境还没完，哎，对，还没完。其中一个人哦，伊拢摕一个楼梯，吼，迄三个人讲摕一个楼梯，放伫在边啊，啊边啊咪，就得因三个吊伫三个边啊，佮绑一条绳啊。阿叔啊，佮隔壁佮绑一条，所以绑两条，安尼，伊就讲哦，这个位是你的，啊，隔壁是你小妹的位，好，等一下吼，你爬起来，吊一只，教阮做伴，一个月后，恁小妹也爱带咱下咱下咱做伴，淹死的，哎呦，安尼，伊拢食迄条乌乌迄条一碗迄个一碗吼。家里边了吼，啊，伊拢因囝吼，拢爬去哩迄个楼梯顶悬，舌头吼，那夹起的时阵吼，哎，迄个人家里边了，有一个人三个，拢一个吼，都有烟拿哦，你看冲一下，拍开了堵住，堵住了吼，伊头个家物件拢吐出来，呜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迄个人的时阵，太吐出种手拢里面拢把伊挤出来，哎呦，挤啊挤出来，往外拉，他的舌头往忽然就掉出来，掉出来，伊就困呀，就掉伫遐，安尼讲伊醒啊，哦，哎，恐怖的梦，这种梦有够恐怖。我都问讲，你头，你敢唔敢你食啥物件？迄个人哦，拢呜，因囝呜，拢走去。哦，外口买人庙埕，人个烧金的金锣嘛吼，去遐来眯一顿。哦，香火，我食济啦。哦，好好，安尼。我讲安尼啊，好，我来问看卖啊。第一，显考入罪神主，这是祖先。啊，佮有即个完整，前世来讲完整啦，背来讲完整啊。你等下吼，我讲问，恁家有过去有祖先互招无？伊老讲无啦。敢那无啦，无啥有可能呢？安尼是你唔知还是无？我通常都问清楚这个问题，是你唔知还是无？伊老家讲唔知好，唔知简单，你去即个好像是不错，你去申请个户，个储物成本，哦，储物成本，安尼我知影。称出来了，我知影讲因阿妈、因阿祖、因阿祖吼有招三翁，我安尼好，安尼我知影。即摆我来话，尾啊查起来，遐储储物记载明明白白记载，因阿妈招三翁，啊因阿祖，伊就是伊阿叫阿祖招三翁。就讲你我讲嘛，安尼你有问过无？问过你有敢唔知啦？爱对我好势，恁即个有亲戚老一辈会当知影恁阿妈迄阵阵情，因阿祖迄阵情形无？伊讲有问过，这段时间有问过，申请出出来，伊讲因阿妈出强，因阿祖出强势的。啊，好呀，啊招一个阿弟来吼，
啊，未好，就人赶出去。我连赶三个。连赶三个，说三个啊！我如果有听人讲，听老一辈讲，跟人较早人讲，你阵阵你迄个迄个附近人讲哦，唔是夭死就是自杀。哦，入罪遐个人叫赶出去了。赶出去，因阿妈无去哦，身边靠不着了，人赶出去。啊，赶出去之后都无一个招另外一个，拢招三个。啊，因这帮是第四个。安尼，所以讲迄三个哦，赶出去哦，有可能有两个夭，唔是两个自杀，还是啊两个夭死，其中还是一个是一个。自殺，所以講這三個都是死，都死於非命啊！哦，所以我就問，那繼續寶貝問新平講，啊，你這個以這個囡仔，這是唔是這三位回來咧找子孫新平，安尼三輩啊啦？好，三輩啊，三輩了好，安尼我知影。是迄三個入罪，迄三個入罪，安尼來即馬來找。對，所以講你本身你都有完整在先，你先人做了唔對代志，地主的錢還唔要來幫忙也不是，不來幫忙也不是啦。要來幫忙呢，對這三個這個冤魂呢，我往死的呢，所以沒得交代。啊，唔來幫忙呢，啊，恁家己要背啊。安尼啊。哦。所以後來呢，新民我講啊，新民講好無啊無你好嘛，我這個代志哦，坦白講也是對家孫也是無辜的啦。安尼，啊過去就已經過去啊吼，啊無麻煩你吼，新民你去安排一條後路去行的。但這三位都收入起來，要對你媽做修行啊，對什麼修行？哦。莫閣讓伊外口流浪，安尼看咱看会当化解伊心肝内底的怨恨无？安尼啊，无你变灌水唔叫啊！你变啊用个玫瑰，一日啊尔，但是你原因还在，结果不会改变啊！你搁一时间尔嘛，你是买啊，搁会改肥啊！啊买啊了是去三方，你搁在协调大概一个月，一个月吼，我去一个月再回诊。啊买啊三位较有正式有答应，啊是不是这三位已经有答应要来跟随你心明修行这个代志拢到家。哎，少年的庄都无肥，个是大了，安是不是？三倍了就无肥啊！哦，那淡薄处理来了就较无肥啊！哦，所以讲了，迄天要等伊办，了原本最后一天吼，迄天哦，我甲大英某讲，大我朋友某讲，安尼你卖个医药卖个公疗，我最在意的是他那个卖个公疗因辛苦了。我对他哦，坦白我对他蛮怜悯的，因为人伊吼唔是故意温暖，伊问起来是因为当初咧交往时阵，伊有同我朋友因囝讲，讲某就是这個家庭，你也考虑好势。我无可能放弃我老爸老母，佮放弃我三小弟啦。啊，你考虑对啊，你也唔是讲人，唔是讲伊人，人也唔是讲人温暖。是恁囝唔敢同恁讲诶。哦，对，伊唔敢讲，惊爸母反对。啊，而且查起来佫是恁祖先即个事情。啊，你安尼当场安尼人讲安尼。对不对？到底宾客进前讲，是，那为什么伊是用狗叫的形式哈？啊，一般哈，一般你也望到狗的吼，大部分拢是祖先，90%是祖先。狗是祖先的，望到狗拢是祖先的。哦，啊那什么？我怎么这边那么？望到猫，猫嘿，猫就靠开始垃圾。比较卡咧，卡到垃圾，哎，话音卡垃圾，对。而且五代进前的代志啊，那个起码在迄度。所以可见哦，这件事情哦，祸及到他弟现在这个儿子。祸及啊！祸及哦！啊，唔好夹仔，你有夹吹出来哇！啊，这个案件哈，大概我遇到第三个案件了，拢做高倍的，啊，三个拢做先。哦，是哦。三个拢是做先，拢有案件。啊，后来我在最后我讲安尼啦哦，你第一，我是还是最后我把它圆满一下，我你卖个工人啊，派做在过去哦，做什么派新保险啊，做五百安尼。第二呢，你也无气嫌，哦，你把恁新妇叫来。是。伊安那讲，伊个家庭我认为嘛无问题，我帮伊问看买下一个。哦，也有因为有三个子女是安尼。有三个子女是安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又查起来又没有遗传基因病史。哦，那哦。所以又没有遗传基因病史。后来问出来了吗？有，又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大案了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再分享这个案件。好，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